以前在童年学校在读书的时候，事实上这个美术科只是一个礼拜只有一节而已。啊，那时候不会重视美术科、工艺科都不会。那、啊、可是呢，我喜欢小时候的老大人讲，啊，你都会用乌白话，会用软话呢。事实上，我就是软话，发觉到我有这个天分，继续在自由发挥我的画画，连接着我会电焊、切割，也就是说，目前我的手艺，也就是说，我拿到切割机，拿到电焊机，就等于说这些都是我的画笔。我头脑要想什么，我现在我要想要创作什么图案，我就可以有办法从我的电焊笔形成一幅画。事实上，我小的时候我就喜欢老大人讲，啊，你会当，你敢那会当乌白母，我们村庄的方言就是说，你敢那会当乌白母，啊，见镜头都唔做。哦，我就喜欢这个部分，很多就是说童年回忆的当中，童年的当中时常人说调皮捣蛋，那是可能是我们的真，这个真无真，等于说我的好动造成我现在的创作理念，有可能因为我小时候那个很喜欢人说钓鱼啊，钓西卡。我平常有事没事，我都会郊外去欣赏风景，或者是观察事物。我也喜欢去登山，尤其是遇到瓶颈的当中，你去外面走一走，或者是开车，或者是山上走一走，你自然而然，上帝就会给你非常丰富的灵感。可是呢，那时候你要用笔记把它记载。灵感跟上帝给我的礼物，它不会重复的。记下来之后，就是说有些记下来之后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希望尽快的把它完成这个作品。可是呢，没有办法完成的当中，我会心里我会跟上帝讲说，我对不起，因为我目前的时间有不够。我希望说有机会的话，下次的话，我也会打造我目前给我的灵感的作品。啊，有些自然而然会给我生命，给我生命说，慕名而来的就是说，忽然间上帝，我做梦的当中也给我说，你有时间给我去创作某某的生命出来。好，啊，有时间的话，灵感的话，事实上这个部分有没有很容易，说不定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。啊，我在创作的当中，在完成之前跟完成之后，这个感觉舒服快乐都是每一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。这时候感觉到我人生过的地方，我自然而然就会自然去寻找我的享受和幸福和快乐。这个创作作品事实上微妙微肖，有些你忽然间被你灵感一来的话，你被你发现你这个废弃零件，你十分钟就有办法创作一件作品。那我第一件作品就是说，我当时在乡村里面每个傍晚都有老鹰在我们的乡村闲绕，为何呢？因为他要在我们乡村找食物，小鸡或者是池塘的鱼。好，第一件作品我是做老鹰，老鹰现在也第一个作品也在我的工厂的门面屋顶上方，现在也在挂在上方。啊，有些客户或者是游客在这边经过的时候，忽然间怎么我一只那么大的老鹰从天上飞过，结果
一看，那个是雕塑品，因为我做的是那个姿势有没有在捕捉，忽然间在他在飞行的当中，忽然间看到地下平面地平面有食物，他就忽然间俯冲，准备要攻击的感觉。这个部分呢，就是说比较高难度的，就是说这个不是十天二十天就可以完成的。可是呢，这个创作是我的副业，我的享受的部分，也不是说我要做产品化的。好，那我的时间当然重点我是放在汽车修复。哎，啊，有时间的时候，甚至有灵感的时候，我就这个部分某个阶段，我务必把它完成的，甚至于。分不价，没不分，零不分，我嘛是爱搞完钱。这个部分还，另外一个部分，你完钱的时候，你那个享受、那个快乐就是不一样的。啊，我创作作品有两种，哪两种呢？一种是先取主题，另一种是成品。的时候才取名，足奇怪的就是讲，我一直在想，一直在做，就是无法度决定这个名，因为这个名是一直在更换，一直在更换，更换到你要完成的那个半个小时，自然而然，他就跟你决定说这个名字是什么，甚至又完成。哦，那个真的人工足爽快。现在在我的左手边的这个作品我有做两组，一组是另外一组是爸爸，这个是妈妈。当时我5岁6岁的时候还没读书，哥哥姐姐都上学了，可是呢我还有一个妹妹，还有一个弟弟，不会读册，当然是老爸老母顾。啊，老爸老母爱过去田里呐，哦，啊，我就是我老爸老母把我带去田里，啊，等伫土地公遐，哦，啊，在行走的当中，就是这个模样。我在我们的高树乡，土生土长的，我永远都记得，要去感恩这片土地来养我，哦。我有能力的范围，我希望说尽量回馈我们的乡村。我背后的作品叫龙飞凤舞，鸟语花香。这个作品里面有我们的原住民，还有我们一般的生态。这棵树上重点是有一只百步蛇，百步蛇是衔绕在这棵大树上。树干上有猫头鹰，还有白鹭鸶，啊，白鹭鸶的中央上方是有原住民的瓮，还有羽毛，啊，中央的下方有百合花，还有紫斑蝶，还有这棵树上也有附带我们高树乡的水果。你认为感觉到这水果的部分有什么品种？你的感觉自己去。猜想，这个作品叫希望，希与望，蝴蝶在吸对方的花魂，啊，吸的当中还不断的一直望，啊，这个主题也是我女儿给我半年的时间，说，爸爸，我主题给你，你半年的时间务必创作这个作品，结果我想了半年，在半年当中被我完成的，啊，想了。在完成这个作品做的时间大约10天，那我现在要附带上去的还没完成的，就是说这叶片，还有这两个字，希望，我又用我的切割机，就当着我的画笔来写"希望"这两个字。